这一次就是在开始走演唱会的时候，就先有一首新歌，还记得吗？这首歌，那为什么要做两个版本？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就是有一个吉他的配乐，好像就也等于是我的一个心中的想法嘛。就这么多年，然后跟粉丝之间那个很纯粹的音乐上的交流，所以就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。那后来就又发了一首，就是这个不同的青春摇滚版，也希望就是歌颂我们的青春。所以这一次其实在演唱会也会唱到新歌，然后新专辑也是都在筹备当中，所以应该会在七月初左右会跟大家见面。所以可能在演唱会也会唱新歌，出来还记得吗？太棒了。那你按照你对自己故乡台北的认知，我们是属于木吉他版本多一点城市，还是摇滚版本多一点城市呢？哇，很难界定哎。有没有很难的问题？对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发现其实就是跟着我这么久的粉丝啊，他们也都慢慢长大变轻熟女，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会是比较内敛那种型，他们就喜欢是听着比较简单的音乐，然后其实配乐不会太复杂。对，所以你倾向木吉他版本就是了。Maybe 可能会，或许星期又不一定了。当然，我前阵子在广州演出看一段精彩的视频，你有一段是跟歌迷们真心告白的，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永远把最好的东西留在你的戏剧、你的音乐里面呈现给大家。看了这次演唱会主题是纯粹，英文就是 pure， 就是干干净净意思。为大家 define 你心目中纯粹的定义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们当时在想就是演唱会的 title 的时候，有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想，好像就要做一整张专辑的那种概念。我觉得特别的是说，就是因为所有的名字放上去其实都可以，可是为什么要叫纯粹？是我觉得我最想要在这么多年的过程里面，其实让大家了解到，虽然光鲜亮丽的不管是服装也好，很炫的舞台也好，最终还是回归到我自己最纯粹的样貌上面。所以我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最真实的张韶涵。那最真实的张韶涵是什么？我希望从舞台上面大家可以从音乐里面听到，然后可以从我的说话里面听得到这个最纯粹的张韶涵。相信回到最原始，爱唱歌你是最棒。其实 Dennis 在每一个时期的 CD，当 Dennis 戴上耳机的时候，我都听到你最纯粹的张韶涵。谢谢。这一次我们在七月份就一直用 live 方法呈现给大家。当然这次呢，张韶涵纯纯粹粹的专心唱歌，所以我们请到 MC Group 呢专心帮你打理周边的事情。我们是以这个视觉震撼为有名的，那旁边一些零杂事情就让我们来搞定，让你来专心唱歌。那马上就是我们演唱会的起跑仪式了，也欢迎 MC Live Group， 欢迎代表人 Danny to the stage。IMC Group 以非常有名的视觉震撼为名。那我们在这个Danny 跟大家分享期待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倒个冰雕好不好？好的。让这个神秘的冰雕可以慢慢的推出来。让我们神秘冰雕慢慢的推出来，这个冰雕呢，上面呢就是写到最棒的演唱会，诚意留给张韶涵。诚意十足的专心唱歌，三位视线一致，看中间的相机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张韶涵2016世界巡回演唱会纯粹台北站正式启动，这次跟 IMC Live Group 一起来携手合作，走过成都、上海、广州，接下来台北将会为你带来超乎想象的视觉震撼。请三位视线一致，我们拉姐站中间。也请三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左边。也请三位看看你的左手边，再看看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三位中间。先你会多到一些，诚意要很多，对，信心要十足，对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三位可以高高举起你的诚意，还有你信心的酒瓶，来拍个照片，高高举起来。
面对我你的右手边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呢？左边，看看你的左手边红色背带那一位，对了，还有谁？接下来请工作人员收我们的宣布，你的演唱会什么时候在哪里？我的演唱会会在7月23号台北小巨蛋跟大家见面，然后也希望一切靠你们喽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粉丝的抢票时间了，相信是秒杀的。那这个秒杀的时段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好的，我们的开票时间是6月9号，也就是这个礼拜四早上的10点，在 KKTix 还有全台的所谓的8米后地毯都可以买得到。那请大家努力的去抢到这么棒演唱会的票，谢谢。谢谢。7月23号礼拜六7点半小巨蛋。卖票时间6月9号早上10点，这个礼拜四 Family Port 还有 KK Tix 都可以请你上班的时间，就不要让你知道老板你在做什么了，好不好？10点能上班上课吗？请你自己想办法抢到这张票，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。端午节。哦，那是端午节哦，酷！看看你的左手边。那就吃着粽子一起来抢票喽！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谢谢 MC Live Room 非常贴心的安排，端午节大家早起来抢个票。谢谢 Danny 先请回座。接下来是张韶涵的独拍时间，当然是你的 solo 时间。那这是今天我们记者会的最后一个票了，在拍完之后呢，我将会进行全亚洲的电子媒体采访。准备在拿着麦克风，上面是舞台的旁边，我们再麻烦你们上台了。请现场的舞台助理们来帮帮忙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，挥手一下哦。那大机器也很重要哦。麻烦将版面拖大一点，中间中间新闻写长一点哦。把最好消息告诉所有的张韶涵的粉丝，7月23号礼拜六7点半台北小巨蛋。